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旅行的巧克力。那今天呢，巧克力本来是要折腾房车的，但今天呢又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，正月十四，在我们南充呢是有一个民俗活动，有一首歌谣是这样唱的：十四夜送骑马，骑马公骑马婆，把你骑马送下河。在我们这边其实是一个非常热闹的节日，我差不多有6年7年没参加了，那刚好今年过春节是在家里面，一年只有一度啊，所以我想回去参加一下，热闹热闹。走吧，跟着巧克力的视角一起去看一下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，到底有多热闹。那回家的路上呢，随处都可看见这些人手握骑马灯笼，家家户户都在做。好吧，现在呢，我是来到同学家，他们已经开始在砍竹子了。好吧，现在第一步呢是要砍嫩竹，这个竹子呢砍回去编。从小做到大的，走。现在呢是家家户户做骑马龙，啊，您这手艺很不错呀，娴熟得很。确实，第一步呢要花迷挑，这个后期之物估计有点难，花出来过后呢就像这样子的，用来编圈，然后这边是在固定住，然后把它撑开。我砍的竹子砍错了，本来要砍老竹子来编，我砍了嫩竹，没事，我用头子这面来砍来做。好，我来制作我的。现在呢是窟窿子。你说的呀，你快点。刚才是坏了，疯好了，我现在呢要开始来工作了，先把这个还有这个吗？哦，这个的一个废了，刚上手就废了。现在呢要把这个竹子给全部划开。小时候我们是每一年都会做这个，我看一下，好像还行。好吧，现在我要来编圈子，要多大呀？好了，现在呢是给笼子里面上一坨泥，泥巴上了过后好插蜡烛。啊，这边呢是已经开始了，啊，今天是有一个车推的。骑马公，骑马婆，把你骑马送下河。那现在呢是开始跟着大部队走，先点上，现在我的呢也点上了，跟着大部队一起前行。这个得上了，哇，看一下前面的长龙队，根本不怕的嘛，一万人怎么到啊？还是据代代相传，明末社会动荡，常年的战乱导致如今的三会阵，瘟疫横行，在当时都缺乏科学的认知观，导致人们认为瘟疫的根源
在骑马。于是大家都想尽办法驱逐骑马瘟，年复一年，也就渐渐地形成了特有的民俗节日——骑马节。现在我的插好了，身后就是大的，一穿过去会非常漂亮的。现在还有很多人没有插好，来，点点星光。今天晚上呢也是祈福夜，首先呢肯定是祝外婆健健康康，在这里呢也祝大家心想事成，每天开心。那在我们这边呢，送完过后呢要来做这个摇愣竹，还有一首歌谣，来拿着这个，好，来跟小姨唱，十四一摇愣竹，人竹高我也高，人猪站我也站，我和人猪一样高。在这里呢也祝大家的生意节节高升，生活节节高升。好吧，我们要回家啦。好的，今天就完成了。